姐姐，来快点跟弟弟比赛，看谁可以抬最高的积木都不会倒哦。来，弟弟现在跑几层？我看一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弟弟，你现在是六层楼的积木了哦，知不知道？待会要比赛，看谁可以排越高层的积木哦。好，谁就赢了哦。好，那我爸也要排了哦。我排了几层了？我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排七层了。姐姐，你排几层？我看一下。继续排啊，我看你排到几层会倒。12层了，弟弟，你一直这样排没有用啊，它不够高啊，弟弟。等一下哦，我看到姐姐的房子快倒了，我看到了哦，不要以为我没看到哦。弟弟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弟弟，你怎么这样子拼啊？哎，是这样，弟弟，是这样子算的哦，这样子算的不是往上哦，是要往前哦，知道吗？你这样子。你还是不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怎么拼成这样子，弟弟？好吧，姐姐你在拼什么？你现在拼几层啊？弟弟他现在是拼的这样子，他的高是这样子的，跟你的不太一样哎，你的是往前面凸，他是往上面高。可是我们要比的是你这样子哦，所以没关系，现在弟弟是七层，好，你继续往前排，看我看可以排到几层。加油加油！不能倒哦，倒了就输了哦，倒了就变弟弟赢了哦。几层了？我看一下。好。不够高了。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再拼看看。